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卢倩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12年未能拿到的美国绿卡如愿获得，并且如愿找到称心的工作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慈悲的卢台长。大家好，我叫卢倩，来自美国中西部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学习心灵法门2年的体会，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菩萨原谅。学佛起因，自上大学以来做了10多年分子生物科学研究，拿了博士学位，对生命的奥秘我依然所知甚少，加上生物就业前景暗淡，我又不辞辛苦地进商学院拿了管理学位，毕业因外国人身份就业依然受限，最后谋得边远地区的一份工作。因为不懂学佛修心，2013年本命年业障提前爆发，没有保住工作。而我家的 EB2 绿卡申请虽然通过140审批，却离最后一步拿绿卡却又遥遥无期。人生该尽的努力都尽了，最后换得失业在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失业在家的时候，偶尔接触中国传统文化，了解到学佛念经可以改变命运，很有兴趣。一开始学净土法门，知道学佛消业障非常重要，可是人生的事情还没有做完，对一心求往生西方仍然有犹豫。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比较各法门，说心灵法门的特点就是消业障非常快和灵验。想起读过石宇法师博客《苦行僧开天眼》，观察到心灵法门是正法，卢台长是大善知识。我就是在找消业障比较快和稳妥的方法，可以先解决眼下的问题。经文又短小好念，读到白话佛法，谁在操纵命运？才知业障对人的运气有直接的影响，人的成功在缘不在能，而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消业障又是非常的快，更是坚定了信心。念经以后才知道卢台长还用大神通看图腾，为听众免费解释现代因果报应，简直是划时代的佛法教育。原来疾病还有肉体病和业障灵性病之分，如果是心灵和灵魂出了问题，那靠西方的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抗性的消除肉体病灶的方法，那是自然不能起到治愈疾病的效果。卢台长法眼所观，业障像人身上的定时炸弹，爆炸以后灵性上来讨债，是这么形象简洁，也解开了我从事科研以来对生命现象的一团迷雾。心灵法门把人的健康命运和宇宙因果定律结合起来，是最彻底和高级的生命科学，体现了佛菩萨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小房子标准化量化了消业障的过程，让学佛修心更加有据可循，方便借鉴灵活运用，我完全能在家自学。卢台长电台的玄义综述和世界法会都可以在网上免费收看，解决的都是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，这样新颖活泼的佛法学起来一点不枯燥。我1个月以后设了佛台，许愿吃了常素，每天都坚持念功课和2到3张小房子，期待奇迹到来，命运改变的一天。超度亡父上天。我的父亲在我博士毕业期间得了肝癌，大概是杀业深重，河鲜活物吃得太多，又好喝酒，年轻时候还有八人祖坟取砖和杀蛇的经历，缺了阴德。在世时他时常生病，杀生得的是树殃短命报，一点不假。病发前3个月
还为我的兄长摆了婚宴，酒席不仅是荤的，还有上甲鱼，这些都大大的折了寿，并为肝癌爆发点燃了导火索。病发后伽马刀放疗两次，半年内骨瘦如柴，腹胀如斗，瘫在床上不能动好几个月，活活痛死，果报惨烈，走的时候是64岁。我一度难过、伤心、生气、愤怒，觉得人生没有了依靠。我开始念经以后就常常梦见他，根据心灵法门解梦，梦见一次亡人就需要念21张小房子超度，我就根据梦境一波波21张的超度他。我才发现人的灵魂真的没有死，都过世4、5年了，居然还在另一个世界活着呀。随着超度我父亲，我梦见他在地府找到了大学当老师的工作，非常开心。又一次梦见他带我去地府看他住的房子，地府真黑呀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里面一个小小的水泥房，地上一些稻草，他就在这里住了4年呀。再继续超度，梦见他开始住公寓了，条件好起来。这样经过1年多的努力，终于有一天我念了大概200张小房子，我梦见来到一个很亮很大的会场，窗外的阳光非常刺眼，我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衣白裤路过我面前倒水喝，回头看我一眼就走了，是我父亲。原来超度亡人上去最后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啊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靠我念经就能把我父亲这样业障深重的人都超度上去，可见不是人间的法门。观音菩萨加持，绿卡和工作顺利解决。我去年农历新年在家里佛台上头香，祈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家绿卡顺利办下来。为此我许愿做一点功德，过了2个月，我家的绿卡忽然排期排到了，可以递交最后一步485了。5月份递交的申请，7月份全家的绿卡都批下来了。而在年初的时候，排期显示还需要2年。来美国近12年，绿卡的噩梦就在这样新年上头香、菩萨加持以后忽然结束了。随之而来的是工作，凭着以前的联系，我也在去年顺利的在业界领先的公司找到了工作，不但会非常适合我的学历经验，而且整个组的同事都非常的好。随着我不断超度要经者、亡人、消业障，命运就这样改变了。成功在缘，不在能力。我在生活里和论坛里也知道，有很多很多高学历的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并不如意，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不如拿起经文好好念诵，慈悲的观音菩萨一定会给我们惊喜的。在此我向卢台长和观音菩萨深深的忏悔，自己在前半生所犯的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的罪业，并许愿一门精进修行心灵法门，永不退转，自度度人，一世修成，跟卢台长和观世音菩萨妈妈回家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护法圣人，感恩无私奉献的卢台长。